我是人人服务社的 Mabel 老师，我今天唱的歌是关于农历初五端午节。端午节呢，我们会爬龙舟，我们会食粽，这首歌叫《氹氹转》。氹氹转，菊花圆，炒米饼，糯米团。五月初五是龙舟节啊，阿妈带我去睇龙船，我唔去睇，我去睇鸡仔，鸡仔大拎去卖，卖得几多钱啊？卖得几多只啦？我有个风车仔，佢转得好好睇，睇佢氹氹转，菊花圆，睇佢氹氹转，菊花圆，睇佢氹氹转，啊氹氹转又转，氹氹转，菊花圆，炒米饼，糯米团，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啊，阿妈叫我去睇龙船，我唔去睇，我去睇鸡仔啊，鸡仔大拎去卖，卖得几多钱啊？卖得几多只啦？我有个风车仔，佢转得好好睇，睇佢氹氹转。转又转，多谢。